便吃都吃，要吃多少都没关系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后来他发现，卖给不是卖给南部去的东北人，就老虎爷吃了三四碗了。爱准本票多少钱？一天十块，一个月300块。啊，三餐吗？三餐，有够便宜的，三餐10块钱。哎，可是55年呢，55年，55年到现在已经50几年了。嗯，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10块钱，贵呢。哦，客饭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到餐厅，然后他跟他讲说我要吃客饭，然后他客饭就自式的，就是可能是四菜一汤的一个 set 的，哎，来一个 set 的这样子，叫套餐，哎，那时候不叫套餐了，叫客饭，好有趣哈，一个时代的见证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。对，真的很开心啊！哦啊，有钱的就赶快出去出来，一天暗时几点嘛？啊，咱都无钱咧，夸张！啊，这会当一个月当吃几遍尔，啊，若靠听着伊咧休啊，咪说吼，就足艰苦。就叫他不要来吧。